望十年，收到你的信，真好。你好吗？再见面，还是熟悉的宁静，却有不一样的感动。你像是变了，变得更懂我，让我更安心。我闻到空气中的芳香，仿佛看见你的足迹。穿越在新旧的自我空间里，我一直在这里。时间是流动的，我们的脚步也从未停歇，但第一次相遇时最初的那份感动一直在心里。再次重逢，变的是我们所经历的故事，不变的是我们的心。新的乌镇来过，便不曾离开。